经是一个老人了，这好像没什么好介绍的。让我想想。真的老了，有点忘记了。想起来了，我现在在，我们是在什么地方？我这岁数了，其实不太关心自己在什么地方，只关心我为什么来到这里。很荒谬的理由。你要我的答案，我的朋友，答案在风中飘荡。